来活，哎，冒烟了，停车了，啥意思啊？这有人堵桥了吗？已经有人堵桥了，我都没看到，这小子把那个红车打冒烟了啊！不，兄弟，这堵桥堵这边行不行？你堵那头，我这头生意怎么做？都是在桥上混，你最起码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吧？你呵呵，臭不要脸的！不行，他们打我听不到枪声是咋回事？这距离应该能听到枪声啊！这个车，哎，这是被击倒嘞，在后面蹲着嘞！我去，我这算是捡人头行，这也算你们赌桥不给我留面子啊！我收点保护费，这种行吧，兄弟？要不要过？别等了，好吧？我真哎，过了，要过了，要过了，要过了。好，你真下这弄是来这边弄，让我也参与一下，没有参与感不行。哎，不下来一个，好，停车了，行，你们别开走，停车才有的玩啊！你再开走我都咋玩？我放个烟，我勾引勾引，诱惑诱惑。哎。我主要没有黑丝大长腿，我伸个黑丝大长腿，我跟你说，说不好就勾引过来了。呵呵呵呵，后面应该是没人了啊。哎，我建议出一个特效啊，黑丝大长腿的特效啊，专门勾引人，哎，勾引过来把他弄死。啊，我是不是太阴险了？这两个人徘徊不定，不敢往前冲。啊，一个跑了，一个往前跑了啊，好，跑桥跟前了，这个别着急先。哎，你也跑啊，那个太远不敢打。跑这儿了，哎，好，干啥？为什么要封烟？哎，那头估计有人打他们，这烟封的很奇怪啊！有人打他们，他在给队友封烟，让队友往回跑嘞。别动啊！你动来动去，我这个背筋我还很，你真是真让人伤心啊，让人生气。我要打了啊！别动，我要打了！我。哎，我受不了了！哎，咦，啊，哈哈，这，哎，看到车了，这个车你看，棒棒，蓝房子吧？我说了嘛，有人调戏他们，这没想到没勾引过来，被别人调戏了。你说这，说好的接客，差点被生意被抢了啊！这都是，这啥意思啊？那拱桥下面。桥下、哎、有房子，有床，不是闹心，来这边。你真是啊，都是我估摸着会从这边走。你看，不着急不着急，等再往前跑，他跑到咱们浅滩去再打，一打一个准，躲都没地方躲。哎，不是啥意思？你不走了吗？这小子又蹲这儿了啊！你我心惊，那位置我可是好打你。你确定你准备好了？我要打了，小子。再躲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往这边来一点。那个空气墙，我不一定能打死他啊！哇，咋有出战？这白打了，兄弟，这打不到了。他往下一秃噜，根本打不到。到活了以后，肯定要玩阴的啊！他要使劲潜水，不漏了。你我真的建议把这个除颤这个东西取消了啊！这单人四排增加了难度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难度提高不是一听半点儿。他已经站起来了，我看他要干什么，要玩什么幺蛾子啊！我不行，他不动，我得封颗烟帮帮他，让他动起来。我封颗烟，他就认为我动了啊，他就该动了。看他是往那头往后面游还是往桥下游？哎，往桥下来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一打暴露了啊！他现在不知道我啥情况。所以说他肯定往右边走，这时候一露头了，打死！跟你说，要一开枪，他不露头怎么办？哎，按理说，哎，作案出来了。你说这个、就是命啊？你名字也挺屌，硬不硬？老六，还、哎、老六，吉利夫，雪山精英，干嘛？就现在都这么爱穿这套衣服吗？雪山不要脸装，都压飞当。你是不是那边还有枪声啊？不着急，应该房子和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。
这个时候我要是下面摸下去的话，从屁股后面戳他们一波的话，是不是人头的我都收了？我再往左边封一颗烟啊，他们是个反斜。好，七爷来克斯搞事情，打对打打打打，老六除三啊，除奸计啊！我跟你说，除掉老六之后，咱必胜的。哎，这有个人，哎，不对，发现我了吗？我操，不能向前爬了，再往前爬反斜估计挡不到了啊！这个位置他这要不站起来，趴下这看不到我了。别看我没草，我终于没草，他在我正前，哎我操，又个老六伏。